起来了，干嘛呀？要拍轻松一点，我在拍视频呢、啊，我以为在拍照片呢。说话，是这个有难度。来来，妮妮把那个贴那个反的，不要这样。那个小弟弟吧，妮妮，你的脚。红江螺丝要螺丝要收起来啊。嗯。对呀、啊，红江你是主角了。嗯。然后，也没关系，八十五点都没关系。你是 PPT 是吗？啊，那没关系啊，那你比如说二十点没关系啊。对，那你那个有效投资数必须是八十五，不要少于八十五。上镜很紧张，是不是？然后更重要一点，最近要是实力主持啊。然后就带这一块是把里面的 PCB 顶住了而已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太重要的作用。那外框跟那个边框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它大小都有它的关系。那你有效投资尺寸，你就要去看。一般有效终结尺寸是88mm，然后有效投资尺寸是85mm。对，那你边框的话大小是大一点吗？这边拆了吗？没有。只有一把螺丝。对，把它给我们。好。这个需要拆吗？要，他把那个抽出来就行了。谁知道这里面的管是黑的还是透明的？